这个名字，手镯这乖乖勉强呢，据说是新派来的特派员啊。其实他就是谢志坚，你看这小兔梳的真亮中分，还稍微有点偏。他现在改名叫谢玉婷，越看越像大公主。一把抓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这些人当中，就你是最识时务的。你跟着那丁成义还有刘一手，那是委屈你了呀。这样吧。 兄弟，我回来了，以后你就跟着兄弟我混吧。老谢啊，还是你了解我。哎，你既然那么看得起兄弟，兄弟也给你掏心窝子。其实你这个腿啊，还有的治。可以治，当然有治噻。哎，怎么治啊？来，坐。我啊，给你砸两针。 谢志坚，谢玉婷，谈点革命觉悟行。谢玉婷，谢志坚，让我们一枪动他掌心前，一枪动他上西天。大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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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杀你！腿部没事了吗？你这点小事犯不上，犯不上。不是什么叫这点小事啊？啊！我明白了，是你指使的吧？把他给我捆了！干什么？滚了！老谢，老谢，老谢，你可不能疯狗乱咬人。这怎么还有我的事？我什么时候指使过呀？对呀，有一手，你就别演戏了。咱们在一起2年多，我不了解你是什么人吗？那你不一定了解我。 来给我捆了！别！走！干什么？动刀动枪的！哎，刚才我听见枪声啊，谁放的枪啊？老谢，你放枪干啥？丁团长，是刘一手指使一把抓要杀我，我刚才鸣枪自卫。你就杀了一个狗日，活该！就你这嗓音，彪子。 不在你庄内营，你跑这儿干啥来了？我路过，我看你一把抓，拿个棍子在打特派员。
对，西瓜收音机，有这事儿吗？老子要弄死他！怎么样？这东西，你看，谢太文员啊，胆儿小，你说怎么就……咱这样啊，来，一把抓，你拿着这个，刚才你想怎么弄死他？你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你没太懂团长的意思啊！团长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再重现一遍，拿着这个，狠狠的再演一遍。对对对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来。我是真的呀，越真越好。上，一把走，你快点死，给老子闪开！差不多得了，还没演完呢。老谢，是这么打的吗？对啊，你看见了吧？看见了，看看有伤没？哦，你看就有伤，要不你把衣服脱了，我看里边。没有伤，脱什么？没伤，你开什么枪？你再说了，这两年你跟抓哥处的还是不错的，你没少吃他药啊。那你看出人呢？行，好了，听我说。哎呀，我看明白了。那个一把抓，你说，哎，不对呀，老谢，你说你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你是，对吧？一把抓是一个抓药的，你就会一个破霹雳神针，你这想弄死他，这挺难的一个事儿，不可能。但是呢，一把抓你也把特派员给吓着了，你看见没有？是不是胆儿小？胆儿小，就想弄死他。行了，咱们这样啊，这事儿我决定了，马上在把一把抓给我关到团部，蹲紧密。这两天我正好腰酸背疼，你给我好好治治啊。是，你们俩把他带下去。走。团长英明，团长英明，赶紧带走。团长英明，啊，停！好事啊，就这么走了？你还想干啥子？不是，英明什么呀？丁团长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就是刘一手他煽动的呀。没煽呢，他是在拿我谢雨婷开刀。如果这次你要不严惩，他们红军迟早有一天骑在我们卢家军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呀！放你的骚出去！行了，你老吵吵啥呀？事儿我都这个处理了吗？这个一把抓已经抓走了吗？还想咋的你？丁团长，不是，我有一个事儿我真的不明白了，我就想知道，你到底是站在我们卢家军这边，还是站在他们红军那边啊？谢雨婷，我告诉你，这儿没有红军，也没有卢家军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五洲抗日先进团，都是一股绳。没错，一股绳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这事儿就那么办了啊。好了。大家都散，都散了，散了，散了，都散了，都散了啊！慢，有啥事儿啊？不是谢雨婷，你这干啥呀？没完没了啊你啊！啊，丁团长，我这次是奉了卢司令的命令，来抓闹事的红军刘一手。这个不是我的个人行为。这啥玩意儿？这是卢司令的电报。司令电报，司令电报为什么不打给我？不，打我，你看啥？告诉司令，收到。丁团长，你刚才也看了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，你不是想公然违抗卢司令的命令吧？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你不懂啊你啊！军令有所不受，我看你要姓龚，我告诉卢司令去。你。
拿这个干！走，走开。鬼子来了！说什么呢你？鬼子来了，就在俺们村呢，你们快去啊！跟我走。都给我炸死！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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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！谢谢霆，他妈司令把你派我这儿来，我对你还行吧？啊，别人吃窝头，你有馒头；别人吃青菜，你有肉，你还想咋的？上了战场，我也不指望你个瘸了吧唧的玩意儿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好好的，你别逼我，我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，信不信？我不相信。我他妈今天就把你毙了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马龙，走，滚！是，哎，团长是不是在执行？是，大爷，这他妈没你事儿，你滚开！好，大爷，你他妈扛着！老陆司令，我饶不了你！算了吧，别来了。怎么样，我这个处理还行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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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团长英明，英明谈不上，顶多是一公平，是吧？那个兄弟们，你们记住了，不管啥时候，咱们是兄弟。团长。团长，团长，报告团长，这个女的受重要情报，向刘守汇报。怎么了，刘大哥？快，鬼子来了！鬼子来了！在我们村，他们过来了。团长，团长，我们红军请战，赶快发我们枪和子弹。团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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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了！团长，团长，站！带着咱们老兄弟马上阻击鬼子。是，老李，你给我打！是，团长，团长，我们呢？你们红军马上集合。待命，待命！哎，团长，哎，团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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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绑的，快快，快跟上！刘一手，你啥意思？丁团长，就在这儿。时间紧迫，还请您果断的决定。死体は全部処理したか？長官。死体の処理は完了いたしました。よし、整列出発だ。小林隊長、敵軍を発見しました。攻撃準備。はい。营长，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是啊，营长，看来没啥情况。但是咱不能白来，咱下去看看吧。奶奶的，来了是不能白来。走，下去看看。走。快，营长！给我挤进。是。
营长，太惨了，村民全都死了，一个活口也没有了。奶奶的小鬼子，走，要把这帮畜生给我找出来！团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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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枪声不对啊！这东一枪西一枪的，肯定不是大老子跟鬼子交上火了。这一定是鬼子比大骆驼先到了一步，鬼子在暗，大骆驼在明，这完全是被打冷枪的呢。啊！大骆驼这个笨蛋，班长，十万火急，这个时候绝不能贻误战机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班长，让我们去吧，我们善于打游击战。班长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相信我们红军？你再不下令，鬼子就要过河了。这明显是鬼子的两线进攻，有证明，有骑兵。你现在完全去扑鬼子，那我们的正面防线就全都丢了。马浩在，带景文林跟刘一手承担号进入大路上。是，景文林跟我来。团团所有人上黄河防线。是。大佐官。小林は今攻撃中だと思います。小林はきっとうまくいく。我々を正面から攻防方線を攻める準備をしろ。中国軍隊の注意を引いて小林に協力する。はい。全撂着了，少他妈说丧心话！没事，砸他，砸他！你嗓门不大，喊呀、啊！喊？我喊啥？喊啥？能让鬼子害怕，喊啥都行。你就拼了命的喊，大声的喊！丁团长来了，那团长没来呀、啊？我知道没来。可你想过没有，鬼子在暗，骆驼在明，你一喊，鬼子肯定惊着了，骆驼还能增加信心啊。队长，队长啊，知道。刘队长，你够坏的。我知道了，你这法子是撵兔子的办法，对吧？我是要把小鬼子一个一个从暗处全都撵得明出来，往死里打。那然后呢？然后我带队人把侧口给他堵上，把他后路给截了，咱们给他来一个面盆里边躲防吧。你现在就去，你从正面直接营救骆驼，一边喊一边打，我们从后边包抄，行动。三班，好嘞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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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着你吧。快，跟上。丁团长，丁团长，中了！孩子啦，哪有等的？他们的长官来了，打打打打的厉害啊！乔刚好。早说团长不会丢掉咱们不管的。弟兄们，给我打，把小鬼子给我逼出来！
隊長、シナ軍の援軍が来ました。時間がない。村中の敵を全て消せ。やつらは出ないし、ここは高台もなく、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です。みんな僕について、急いで私口を占領して、撤退の準備をしろ。あ、はい。大佐閣下、黄河の水は厳しく、敵の守りも手強い。我々はずっと攻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。もう一度進撃し、村の変化を待ってみよう。はい。对鬼子一轮进攻，小子，是你打的吗？告诉你，也就是今天那个水六级，小鬼子船到不了河中间就打旋了。那我们也卖力气了呀。我知道，告诉你明，守住阵地啊，精神点。是。进去你来干啥？这多危险啊！有你在，我怕什么呀？哎呀，赶紧回去！哎呀，你快坐下，来喝点水。哎呀，你赶紧回去啊！咖啡。对啊，你打小鬼子，我不得慰劳慰劳你啊！打小鬼子还能喝咖啡，太幸福了。你们把小鬼子给打退了？打退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一开始的时候吧，我他妈还有点紧张呢。你是大将军，你还紧张？是啥大将军？你把小鬼子都给打退了，你还不是大将军？也是啊，哼，就是，我是大将军，我怕啥呀？嗯，在我到这儿，眼睛瞪圆圆的，他娘的小日本。买你看，买你看。动作包围圈，不让鬼子逃出去！走，出！快追！
三个人！好，骆驼，咋回事？买来的，我们中了小鬼子的埋伏，是个二狗这兔崽子把鬼子给引进来的。啥？二狗？这个王八蛋，别让老子抓着他，让我抓着了，我活剥了他皮。走，和刘一会儿汇合去。啊！快，同志们，收集弹药。骆驼啊，你们那个伤亡不严重吗？他奶奶的小鬼子净放冷枪，居然让二狗这兔崽子给跑了。他奶奶的！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逮到他。我要用他的命来祭奠扁豆的在天之灵。团长，团长回来了，全年鬼子一个小队。太好了，怎么伤亡的？咱们也伤了不少，大骆驼的第一批队伍伤得厉害，这鬼子打得死倔呀，打打都不投降。留一手跟着，大骆驼咋样？他们都好着呢，他们是一心一意打鬼子呀。这就好了，老猴，这就好了，你懂吗？哎，这就好办了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人为暴政发动民族的吼声，来起来。怎么样？还有这个，你不是不发你子弹吗？这里边可有真子弹啊！啊，要不你子弹还得收拾，该收还得收。弟兄们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是我五州康神警团入关以来打的第一仗，而且是遭遇仗，打得好。班长，这回不光打跑了鬼子，还缴获了不少东西，来给团长。这次真的多亏了他们。什么他们？你们我们的，咱们不是一股绳吗？是不是？对，一股绳。走，清宫去。是啊。起来，保元总督。实在是没想到啊，咱们出关的第一仗就这么打响了，跟小鬼子猝然相遇，咱们团不丢人呢。只要打了胜仗，团长就这么高兴。废话，能不高兴？哎呀，刘一手啊，这次跟鬼子遭遇，你们红军挺身而出，我由衷的钦佩。不是，我早就跟你说我们能行，你非不信。你看这，那个刘一手啊，你给我份名单。什么名单？你们红军的干部名单。不是，你要他干什么呀？我提拔他们，把他们都提拔成连排长。那个，这不仅是你们红军啊，对吧？哎，骆驼，哎，咱们老八营也需要干部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需要。你看，但是全团最雄的就是你们壮丁营彪子。别一说你不高兴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是好事儿啊，把提拔的这些干部都充实到你们营。咱们团就不愁没有发展，不愁没有前途。那个刘一手，你啥态度啊？没问题啊。啊，这得考虑一下。行，考虑考虑啊，但是时间不等人啊，刻不容缓。小事，包在我身上。好。平常也管他们要名单呢，我听见了，给吗？你说呢？能给吗？那当然不能给了。不过我觉得丁正义的愿望是好的，这是一个深层改造丁正义部队的好机会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姓丁的他就是个刽子手，骗子，大尾巴狼。别忘了啊，
他是卢家军的人，啊，是，你现在给他名单，是一份论功行赏的名单，等过两天他一翻脸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份屠杀的花名册，你说能给吗？啊？团长，你还真打算把那帮红军弄到我们营里去当连排长啊？咋的？你不服啊？凭什么让他们去管咱们的人呢？那出关前他们可都还是咱们的。行了，你看看人家昨天打那仗，你行吗你？兄弟们心里别扭，反正我不乐意。难道让我召集连排长开会，那身边站着一群红军呢？张营长，你放心吧，人家是不可能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份名单的。你咋知道？你很笃定啊？是啊，我跟这些红军，啊不是，我跟这些红鬼们一起待过，我了解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，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仇恨，你们大家不清楚吗？如果换作是你们，你们会提供吗？当然不会。但是丁团长，如果您确实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提供。不过不是那些连排干部的名单，是一份危险分子的名单。哎呀，我明白了，你那个名单就是一个杀人名单，你原来就想把名单上的人一个一个全杀光。啊，对啊，我的眼中只有卢司令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会的。我的眼中也只有卢司令，可是你说这话就是诋毁司令。卢司令是爱护一方百姓的地方官，他不是杀人恶魔呀。是啊，卢司令当然不是什么杀人恶魔，但是在我的心里，如果有人敢妨碍卢司令，就必须死。够狠！我同意老程的意见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咱们现在跟党组织又联系不上，这样做的话很容易犯原则错误。这个事情确实很难，但说实话，我倒真想帮帮丁成义。帮谁？帮丁成义？嗯，你说的我明白，但是你觉得可能吗？根本就不可能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机会啊，是一次掌握这支部队绝好的机会。我说刘一手啊，你这脑子里都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我只想把丁成义的这支部队转变成为一支对人民有利、对国家有利、对民族有利的一支部队。刘一手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根本就不可能。凡事都别这么早下定论，仇视在人。再何况，还有谢雨婷帮我们。谢雨婷帮我们？以前没有他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。但现在有他，我觉得真是有如神助。啥？有如神助？这件事情不是你们能决定的，也不是我做多少工作能决定的。而是卢焕昌和谢雨婷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。哎，刘一手，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了？你会明白的啊。我觉得还是刘一手说的最有道理啊。我是专程前来向老弟祝贺的，你们这仗打出了五州的威风。你上报之后，司令非常高兴，西安行营也特地为你发来贺电。卢司令专门电令我，一定要前来犒赏将士。这都是司令跟旅长指挥有方。哎，这太客气了，都我啥事儿？啊，这些是司令奖励你的，那20块大洋是上次抓了日本间谍之后，司令奖给那两个士兵的。谢谢司令。Thank you.
钱呢，是卢焕昌亲自下令给咱们的奖励。你说咱们当了这么多年兵，打这么多仗，头一回打胜仗发银元的。对头对头，你这啥意思？你不想要啊？你不要我要啊？哎，你这啥子？我俩娶媳妇儿。哎，这个钱给我，我给大家美容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这钱是我的，这钱我有用。把这钱给大伙分一下吧。我钱这钱不能要，拿着。真的，真的不能要。拿着。那怎么着？啊？听说蒋给齐闯的钱都发给老百姓了。啊？为啥？这是传统。啥传统？红军打仗不是为了发财，主要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。别玩那些虚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！你说这个从古至今哪个部队没有奖惩制度？这发给他的钱给老百姓，这是我们红军都这样。以后你就明白了，发就发了。我今天找你呢是那啥啊？把名单给我。是啥名单呢？红军干部名单啊。好。那我们商量过了，不能给。为啥？这是纪律。刘一手啊，说来说去，那不是你说的那个义务神。哎，是义务神。我这个营，以后你别来了，我可不想引火上身。不是彪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是不欢迎我了？我不是不欢迎你，现在这中金账那还是丁成义说了算，我张彪子不傻。哎呀，彪子呀，发现你这人啊，就是小聪明。就没有那大智慧，你知道吧？你有大智慧，你有大智慧，你成这样了，彪子，不是你以为你屈服于他丁成义的淫威之下，就有你的好果子吃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在他丁成义的算盘，你早就出局了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的心腹是谁啊？大骆驼，马猴。人家的座上宾是刘一手，你现在想回头，晚了。那可不一定。怎么说，我也是他的老底子。那他更恨你。敌人不可恨，叛徒最可恨。人家现在已经把你架空了，你还在做梦呢，你知道吗？架空？难道不是吗？现在只要他留一手，把那红军干部的名单交给丁成义，丁成义就得派他们到你的部队里来做连排长。你说你的手下都是他留一手的人，你还有啥权利啊？不是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咋办？跟他干。干？怎么干呢？砍了留一手。
就是多了丁成义的臂膀，没有了红军，在他丁成义的部队里，你至少可以跟大骆驼抗衡吧。如果我在漆黑的长夜想起你，一定是你北斗般的目光在鼓励，把你的期待化作坚强的勇气，也会用你的手臂举起我战斗的武器，让我们一起出关所向无敌，将龙胆与结成生死兄弟。凯旋的曙色中找到生命。